误入了一个森林。我走啊走啊，可走了整整一整天，怎么都找不到出路。完了，要是走不出去，今晚真的要在这儿过夜了。怎么这连信号都没有啊？可真大呀，那么黑不拉几的一个木屋，你就不怕里面有鬼啊？情况危急，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张嘴啊，警惕性真好。这些吃的可以卖我一点吗？你能看到我？啊？我一天没吃饭了。谢谢啊。这饺子是人肉馅儿的。这是人肉叉烧包，好吃吗？嗯，姑娘你可真幽默，你放心，我会付钱的。这是人骨汤，尝尝。真人肉啊！想活命就闭嘴。来了！大了大了！你这儿怎么会有生人味儿啊？嗯，我也闻到了，我也闻到气味。
这山上每天少说有十几人来往，有点生人味儿不也正常吗？再说说不定又有哪个不知好歹的在附近大小便。不会是你把人藏起来了吧？人类那么弱，有什么值得本小姐藏的？我可没那闲工夫。说的有道理嘛。啊，这人类比山虫还要讨厌，把山里面的灵气破坏光了，就算山神大人都拿他束手无策。人呐就是笨，整日求仙问药，还妄图长生不死，还想骑到我们头上尿尿。人类呀、就是愚蠢，他们不知道从这里往东有一口药泉，喝一口啊，他就长生不老，还能够包治百病。如果能够再洗个澡的话，哎呦，舒服死了，妙不可言。这有人，在这里。站住！你死定了！我要去禀告山神大人。最近吃胖了，你打不痛我。废话真多。出来吧。接着吃啊。不吃了。他们是你朋友？怎么怕我吃了你啊？没有。你要是想吃了我的话，你应该早就吃了我了。再说了，我的肉不好吃，对，我太瘦了。废话太多了，明天一早你就离开吧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你。那你呢？他们不是说山神大人受罚呗，不然怎么办？跟你一块走啊。我带你走吧，毕竟这件事儿也是因我起的祸端。吃了人肉果然胆量的不一般啊。假的啊，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能看见我的活人，宝贝着呢，舍不得吃你。这个红线怎么扯都扯不断的吗？缘分尽了自然就断了。药泉的事儿竟然是真的，我们昨晚说的话果然都记得。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我给你保证，我出去之后绝对不跟任何人提起的。你也没机会再来了。
我们终于走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是也想离开这里吗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确定要带我离开这儿吗？我确定。走吧。车来了，要是错过这辆车的话，我们就要等到明天了。我累了，走不动。那我背你吧。但你只能买一张车票。为什么？你要带我离开这里，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。这片森林每天只能离开一个人，你确定要让我离开？梳一次辫子吧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从零开始。给我一年时间，一年之后我就回来找你。寂寞在反复，无常的折磨，我在努力挣扎着逃脱。如今心痛陌路的你和我，统统忘了从前的快乐。转身之间你抖落了承诺，留下的借口阴差阳错。你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，洒脱做了决定要离别。去，我也以为的舍，我的心被你挥霍成了空壳，忍受着悲伤，煎熬着难过，让我痛上加痛，泪流成河。你以为的去，我也以为的舍，我的心被脱掉了美丽的颜色。